闪光的乐队第一季最后一首音乐作品，有请麦正平有限公司为我们演唱再见，请。我会要记住你的脸，最初的团队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
去，不回头，不回头的走下去。认识完了，来得及，再来得及。啊，小梦梦，楚哥抱一下。对，很幸福的感觉。很幸福，对。没抱到你。我们有个礼物给你们每个人，来，请看。人生。就像一辆不断前行的列车，三个月前我们都独自在各自的音乐轨道上奔跑着，直到列车停靠在闪光站。哦，好阳光啊，还是那样挺好。哇，我的童年，我在你旁边。哎，毕晨老师，什么玩意儿？想问你累不累，或许需要点安慰，有多少。我叫龙飞，一定要记住，一千就是永远。颓废再后悔，我刚才也想到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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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能可贵。强哎，麦琪，性格心情不是很好哎。大家融合得非常非常的好。天再黑早晚都会明媚。我从第一场到现在就是跟我的坤哥在一起。我们散了，散了，我们散了。去吧，你去飞吧，我跟碧晨这么讲，就去飞，就去玩。不哭不哭不哭，开开心心的啊！哎呀呀，你还真哭了，这孩子。啊！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好。走。楚哥笑了啊！楚哥笑了。谢谢，为他们鼓掌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金属兔、金刚飞龙。而这一次，到了我们真的要离开闪光站的时候了。